十五号张子激动的拥抱，戴上今年度香港小姐后冠，是21岁正就读港大的庄子璇，被封为港版 IU， 打破了抽中赛前世代后冠就当不了港姐的魔咒。好多谢你叫我嚟参加啦，如果唔系你，我都唔会报名参加。阵间食餐好，我哋去好啊。另外，亚军同样是大学生，21岁的王一然，他同时也是最上镜小姐。而第三名是王敏慈，正就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。Hello, Miss Hong Kong。这届港姐选拔破天荒使用 AI 人工智慧，除了有 AI 司仪，还透过基因资料生产出未来年迈的佳丽跟现在的佳丽，来场跨时空感性对谈。我达成唔到你嘅志愿。你不会怪我的 Jessica， 我梗系不会怪你咯。我会教好我的小朋友，等佢哋个个都可以做大学教授。另外，必备的泳装问答也透过 AI 生成个人化问题，让历史悠久的香港小姐选拔跟上时代，多了新话题。TVBS 新闻联络室陈韵文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